I want to is to be close to you, but I don't know how and what to do. I'm so shy when it comes to you, but I guess you're curious, huh? So let me show you what I can do. Hello， 今天要带大家来跟我一起上班。那我今天没有要进公司，我今天要在我的健身房楼上有个 coworking space， 那我要在这里上班。如果有事的话，我再进公司。那目前计划是这样。现在午休呢，我打算上一堂课，然后好像今天上的课是 3D HIIT， 反正也是一堂 HIIT class。那其实我已经连续运动两天，这是第三天，我的大腿内侧还有大腿前面的 quads 超级无敌酸，所以 I don't know if I'll be able to do this today。健身房去公司，公司算离这边算蛮近的，大概5到7分钟的路程，就看我走多快。
I wanna get my COVID-19 vaccine. You call? Yeah, just call. So this is the Pfizer. Okay. I'm honestly not feeling so great. 我最近这几天的 anxiety 又有点起来了，所以 yeah, I probably shouldn't have vlog today, but yeah, probably see you tomorrow.Hello, 今天是周四，昨天 vlog 的很不好，真的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昨天呢就突然变得很忙，然后又有一些没有意料之中的意外，就我原本以为就打针很容易，因为我之前前几天打电话去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说现在有疫苗啊，你可以来打，结果我昨天打了二十几家药局，然后他们都没有货，他们说要等到礼拜五，那我就不想等礼拜五，所以我就打电话，然后来让我找到一家，所以我昨天大概是晚上大概六点多七点打的疫苗，那现在时间是两点，已经经过了十九个小时了，对吧？然后我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就除了手臂很酸，好像有比第一期再更酸一点。然后除此之外一切正常，就没有觉得特别累或是特别不舒服，但是还是要等一下，因为到48小时内可能都还会有症状。So we will see。我打完第一剂疫苗之后，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，但是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然后这个是我在打之前就很多人有在讲这件事情，女生之间就说打完第一剂疫苗之后的月经周期会有变得比较乱，就是可能有晚来啊，或是有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出血量等等的。那我自己呢，是第一天的出血量好像比平常又再更多一点，但是到第二天之后就几乎是完全没有。我现在是好像月经第三还第四天，然后就是平常这个时候就是还是需要就是管理嘛，我已经完全不用管它了，所以这是我发现到一个算是不太规律的一件事情，好像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。我有上网查一下，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被证实还是什么的，目前上就是很多网络上面的人有在收集做 survey， 就是看有多少的女性是有遭遇到这样情况的，其实收集到了蛮多，但是你知道医学很难证实，这种很难去证实说到底有没有关系，很难去做这种真正的formal 的 study。 So you know I don't know， 我也不想就是让大家很紧张或是什么的，但是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。那其实因为接下来几周有很多不同的计划，有很多不同的 travel， 所以其实我还蛮 overwhelmed 的，所以昨天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一下情绪都上来了，加上工作很忙了，然后就想到天哪，如果我接下来几周工作会这么的忙，但是我有一些 travel 计划好，到底要怎么样可以 handle。 所以呢，这是为什么我昨天 vlog 得很糟糕。